你看。00100，现在2600位啊，人气很旺。大家加油！嗯，现在刚还没到粉的价格呢啊，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大口的出，放心。大家加油！加油加油！确实，咱们怎么也得比粉卖的高一点点，拍的高一点点不，不是不是？主要是大，是不是？主要是有时候块头比较大。一刀下去削进去，那里边的颜色呀，真是。更美，更鲜活。入我们的肺经。我们都知道肺炒百脉啊，这些真的是很重要，对我们这个，对我们人身体。所以，就像说的，奇楠香就是要用起来。为自己身体所用，才是它最大价值的体现。像这样一块香，真的是，几代的传承都是有可能的，就看您怎么用。28克的重量啊，将近28克，27.47克，加油！感谢00300357988。现在不到压秒时间呢啊！你现在你就按30克算，当然多一点点。你现在才十几万，才合多少啊？2000多克价，这是奇楠是吧？红土都不止这个价格。3、5、15，还不到5000，现在对呀、啊。不到5000一克，边角料的价格真的就是还没到，就是块儿啊，块儿比较大，可能是吧？说实话，就这个我们的那个小的边角料都要卖到几千大几千一个，对，越是大的，确实是现在可能大家都比总较。价是显得高。为什么说呢？就是让大家看克重，把这个心理建设做好，这样我们出价的时候就会比较踏实，有底放矢，就是不紧张，不压迫。感谢，现在信号很差，不好哦，大家不要压秒，谢感谢。谢31570。嗯。那个声音在直播间里面会显得嗡嗡的吧？就是那个，哦，关了。关了吧，嗯。感谢9988，九三九个八九八八不压七。秒，感谢，嗯，也感谢31570，感谢两位，就是别压秒，谢谢。现在价格也依然是挺低的。重要的是这块香，它有点重，又是海南的，对不对？还可以切珠。那既然可以切珠，我们知道就是对一块香最大的考验了。它就能够随行去雕刻就是或者是你看做一个底座就可以当一个山石的摆件。哎，当然吃吃用用啊，更是不在话下啊，更是不在话下。加油！
这样的老奇男真的是多而不厌啊，多有能力的话，就是要把它拍了，收藏起来，收纳起来。他的体量足以当暖手。现在16万53736不到，不到六5000多，千，五五千千多。多，对，5000多一克，现在是5000多一克，加油！说实话，大体量的气囊现在都得大几千克价。其实越是大的，我们在入的时候越是贵，比小的要贵多了。现在呢，就是在出的时候，其实反而是相反。加油，乡亲们！感谢9988、3157，还有前面出价的朋友们。是的，现在是两位在竞价啊，在竞价。入肺经现在其实也是正当时，一是我们现在是秋天啊，都是在这个季节一定要润肺啊，主一身之气，对吧？它主要就是负责宣发和肃降。这都是我们这个身体的机能，落差不多了了，9988，恭喜！9988势在必得，这一块应该嗯，是。九九八八这一块不压秒，也感谢3157和刚才都在出价的乡友们，感谢大家。